一千多颗珠子，看了苹果的珠帘，过程就是超级解压，千万不能看错一颗，不然人全白费。一直你有大眼可以戴了。当当，加两颗苹果脑袋更可爱了。我串的，我串的。这两个毛绒饰品还是我买优时颜和苹果联名眼霜送的，连包装盒都这么可爱。打开里面是大笑的苹果，每天都要开口笑。我就买了两个眼霜，送了这么一大堆，可以 DIY 的发箍，想怎么戴都可以。送的小样等于两个正装眼霜的量了，还有面膜，真的很划算。这个眼霜就是肿眼泡黑眼圈杀手，滋润不油腻，按压一下刚好够一次用量。熬夜党表示很需要它，跟眼纹说拜拜。最后再做点换装苹果，把它们剪下来，可以给他选帽子，看点书吧。不，我要吃糖，好好玩。今天也是苹果含量100%。